我一直非常愤怒的一点是，为什么我们说一句实话？我这两天我在微信、我在抖音我都在发，但是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劝我小心被抓进去，这一抓就是要坐几年。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？都在说咱们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咱们的公民的拥有基本权利，咱们有游行示威言论的自由权，但是真的有吗？大家都感受到了吧？但是我们真的有吗？我们不能带丝毫敏感的政治话题，如果带了不是被警告就是要做，就是要进去喝茶。政治话题都被封了，都被删了。好，关心的每次国家出大事。好，为什么吴亦凡真的很搞笑？吴亦凡救了多少狗？我真的说一句话，他妈的，每一次国家发生大事，人民发生苦难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娱乐新闻。正义的官方媒体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